现在跟各位讲解一下，跟各位讲解一下，我在副本是如何连招的啊？打个修炼时，其实魔影这个应该算是有招暗招吧，跟各位讲一下。召唤石头。我连招打法大致上先这样的因为，这招技能呢要触发它的被动大致上就这样，枪技再配合影系可以一次出很多招，然后在按招的同时可以按右键像我右键 CD 好了，可以在，很多时候都可以加上右键哦。然后你看是魔影是可以一次和很多技能，是非常考验一个手速跟反应的职业。PP 的话蛮考验反应的。我们现在就直接硬击。我们计现在35秒，39秒。再放一次，可以疯狂的放可以一直放很多个，可以袭击超短。基本上，你魔影要按完所有招式，下一轮 CD 又好，所以怎么说呢？就是一直按技能就对了。记得 buff 的招要上，就让你知道了。单上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。